神仙也好，妖怪也好，见只有我跟我的意中人能拔得出。就算他是妖怪，我也会一生一世的跟着他。如果不能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的话，就算让我做玉皇大帝，我也不会开心。哎，我现在郑重宣布，这个山头所有东西都属于我的，包括你在内。出来啊！害羞啊你！干什么？我的意中人在附近。啊，你看到他了？没有，因为我的紫青宝剑发出了嘟嘟的讯号。死逼影，你根本不想亲我，你刚刚说的话全都是骗我的。紫霞只不过是个我认识的人，我以前说过一个谎话骗他，现在只不过心里面有点内疚而已。我越来越讨厌他了。有一天，当你发觉你爱上一个你讨厌的人，这段感情才是最要命的。可是我怎么会爱上一个我讨厌的人呢？请你给我个理由好不好？拜托。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？上天既然安排他能拔出我的紫青宝剑，他一定是个不平凡的人，错不了的。我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出现，身披金甲圣衣，脚踏七色云彩来娶我。真的话我可得恭喜你了。不过就算他回来，他有什么本事把你从牛魔王手上抢回去？我要再提醒你，金箍戴上之后你再也不是个凡人，人世间的情欲不能再沾半点。如果动心，这个金箍就会在你头上越收越紧，苦不堪言。听到。在戴上这个金箍之前，你还有什么话想说？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摆在我的面前，但是我没有珍惜，等到了失去的时候才后悔莫及。尘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。如果上天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再来一次的话，我会跟那个女孩子说我爱她。如果非要把这份爱加上一个期限，我希望是10000年。我的意中人盛开是英雄，有一天他会踩着七色的云彩来娶我，我猜中了青铜，可是我猜不着这金箍。至尊宝，你终于来了。姑娘，我的确认识一个朋友叫至尊宝，他还有些话托我跟一个叫紫霞仙子的人说。他说他已经回到曾经的地方，还希望仙子的能够早日找到一个重生。昨天晚上我托一只蜘蛛跟你说，叫他告诉你我很想念你，你知不知道？你又知不知道我一直在骗你？骗就骗吧，就像飞蛾一样，明知道会受伤还是会扑到火上。昨晚你做梦又叫紫霞姑娘的名字780次，比上次多了一次。
你的良心告诉我，你最爱的不是我，而是另外一个女人。当我见到她在你良心里面留下的东西之后，我觉得你经过这500年回来要找的不是我，而是她。好像条狗啊。